的是欢乐圣诞老公公。欢乐圣诞老公公。好，圣诞老公公听到你弹会很开心哦。好，准备开始守圆圆。这首曲子叫做《在高山诉说》。好，弟弟手圆圆。手指有没有比较好啦？有。好，这首歌叫《我喜欢你》。我喜欢你。好，准备开始咯。全部送给你好不好？好。可是那个太多了，你应该提不动吧？好，你要不要提提看？你提得动吗？这玻璃提得动。玻璃提得动？对，啊，这个妈妈也，啊，这妈妈提得动。火车提得动吗？我也提得动啊。你提得动啊？对。你回家会坐那个火车吗？会啊。开不开心？开心呀。开心是吗？妈妈，谢谢你陪我来弹大琴。